对待。阿蛋，你带了朋友来家里玩吗？小朋友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哎呀！这位小朋友，你手上的那本书是从哪里来的呀？可以把它交给姐姐我吗？无力之徒，此乃攻破了无数战场的光之魔法少女泰莉莉大人的真迹，不是尔等凡人所能触碰的。这个你就不要管了，快，把它给我！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跑这么快？累死我了！这位小朋友，告诉你个秘密哦，其实姐姐我和泰莉莉是很好的朋友哦。如果你现在把这本书给我的话，姐姐也许就可以帮你要到泰莉莉的亲笔签名哦。骗人！泰莉莉大人才不会跟你这种抢小孩子东西的坏阿姨做朋友。坏阿姨？那可是集诚实、优雅、勇敢之美好品质于一身的完美无瑕之人，其美貌岂是尔等凡人所能窥视的？无礼之人，就让你感受下泰莉莉大人的伟大吧！吾乃世界第一可爱的魔法少女泰莉莉，此世之救世主，超维之光。汝等魔兽，等待你们的只有毁灭！炽热的心之魔法哟，燃尽吧，泰莉莉，以此解放。够了，是你逼我的。誓约，封印黑暗力量的超维之杖啊！在此显现你真正的力量吧。之力化为星辰，光之魔法汇聚无尽。人间，Sanasa，把你推里推里掉！是Taylor。德丽莎姐姐，门口有个白头发的大姐姐找你。大姨妈，我来拿零食箱啦！你谁？有只蚊子，我帮你拍掉了。学院长，布罗尼亚的游戏机好像落在你这里了，你就是……布罗尼亚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衣服上有个线头，我帮你烧掉了。德丽莎大人，茶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……学院长，我包了些饺子，掉了一起。学院长，提安娜是不是又跑你这儿来偷吃？乖孙女儿，要不要跟爷爷一起去？